今天我给大家再次强调哈，就是一般女人到了20岁左右就可以生哈基米了。如果你一直生不了，就真的建议去宠物医院挂个妇科去看看了。还有就是有些人跟我说，你生的为啥这么白？我生的是黑的。这个我跟你讲，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，生出来的孩子肤色、性格都有所不同。还有就是啊，评论区有的人竟然还让我替他生个哈基米，但是违法的都不知道吗？